快手的家人们啊，好长时间没有更新这个剪网视频了。今天呢，咱们用个两指钓好都四米的网，来个剪网视频。开始呢，圈稍微小一点，最后一圈呢可以适当大一点。然后手捏这个位置要和自己的身高差不多。然后把这个网呢提着离开地面，要先在手里面要捋一捋，在原地啊，先剪成一个一字形。然后从自己跟前的位置开始往外拉，要在原地啊先剪成一个圈，要非常有节奏的啊。看到没有？哎，剪成一个大圈之后，手捏住中间收一收，收成一个小圈，下面的话就是开兜门了啊。要离地30公分和自己膝盖位置差不多的时候，并排拿起两个兜，这个时候网坠是垂直了，放到左手大拇指的位置给它压住，压住以后开始剪，这个胳膊一定要扬起来，也是离地30公分，把这个网线捏在虎口里边，然后带一点倾斜角的扇面往上剪，这样的话比较容易撒开。剪到最后啊，剩下1到2个兜的时候，用左手的中指啊，离地20公分高起一个兜，放到左手的内侧给它捏住，下面就是劈网了啊。快手的家人们看着，把网提着离开地面，手腕轻轻一翻，一定要把这个网坠子啊剪得全部裸露在外面，要带一点倾斜角的扇面，这样比较容易撒。然后撒的时候啊，两脚站稳，向后一摆，往前轻轻松松一撒，看到没有？很容易的话就撒开了。喜欢的老铁给个双击，给个关注，关注看直播，直播更精彩。